今天来参加蛮美人姐啊，你放大哥的婚礼啊，希望因两个来早生贵子啊，好啊，哎呦，太顺了，工厂已经到五十万嘞，我要求他借五十万结婚嘞。早生贵子，我才会再婚的啦！再婚了，再婚了，我就觉得神经。我有个人爱早生贵子啊，爱金婆孙呐，对啊，早生贵子，好猫咪大哥大嫂光金婆孙。哎，啊，你认识这个新娘好不？哦，新娘你看生个水，嗯，啊，你看事业又有成，对，你看男伴你也知。这一点叫持家，叫持家。啊，这十步新郎嘞，新郎一表人才，就知影事业有成。啊，两个已经叫个华哥，啊，两个已经迄个事业有成嘛，啊，已经第一吼恁某某，啊，譬如说钟大哥嘛，啊，第一恁钟家呢。啊，你有包红包无？会啊，嘿，包我这。我们要求都是包2000块。2000块呢？啊，你薪水才偌济啊？所以这个哦，管理员跟他跟店长差不多的，大概也差不多6-7万。管理员十二万呢？管理员我才12万哦，没有吧？没有吧？把补助算一算才有。那是连一些积极券、红白铁带多少钱？根据我的经验，一个月哈，我选举期间一个月大概有4-6场的红铁，那同样的4-6场的白铁，那大概都要包多少？红铁1200，白铁1100。有交情的是另外算，就是不没有交情的是这样子。你用你的特资费吗？我觉得白铁可以用特资费。他红铁我你也可以付啊。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话，你应该不会有这个能力。你一定不会有啊！你刚才讲20000块要缴党中央是59000，啊59000你又要红白铁那么多，你自己不用生活。靠得啊，得看安的，嘛现在贵啊。对，已经好像是全部都一视同仁这样子吧。嗯，对你不能有违在我对啊，对啊，如果对，如果谁要特资费，就是用行情价啦。嗯，对，你就算不是，就算是你自己的钱哦，你不会再打税吧？好，因为那个会那个传出去会很对的，对，那对。所以当然说你跟特别有私交的那边当别论。丢啦，除非自己最好的朋友啦，哎，不然都不可能用特资费。你若用特资费，你就是通通统一价格。丢啦，丢丢丢。是讲啦，你订上去就是让人民主啊啦，那嘛无得进。计较讲你是包偌济，对啊，好不好？来，不过若是我搁再婚吼，哎，镇长你是爱来哦，无问题。哎，请你吼，我就感觉吼，假定今嘛，你又来了。假定今嘛再婚啊，哦，是中年哦，这个话郑红姨加洪大姐，你想想你，我今日已经结婚两届啊。来，我娶洪大姐啦。新郎新娘吼，双方祝福您，咱的乡亲时代，敬爱亲朋好友吼，大家。国安大家好哈，欢迎大家哦，真欢迎今日大家哦，做伙来参加咱郑大哥甲洪大姐的大喜事哈。咱讲哦，俗话讲，10年修得共船渡哈，100年修得共枕眠哈。相信哦，郑大哥甲洪大姐一定是百年修来福气哦。今日够机会行做伙啦哈，经过这爱情的长跑，咱继续来，先来给您掌声鼓励一下。啊，想要个祝咱新郎新娘双双对吼，花开富贵好百年，好这一好早生贵子，好百年好合，多谢多谢。啊，新郎新娘拢你拢免敢讲几句啊好话，没有介绍一下。妈呀妈呀，有私交就要。洪大姐介绍一下。哦，咱洪大姐哦，为弱势发声，弱势发声吼，为渔民发声吼。那不是吼，今年那不是吼，咱渔民的权益哦不会得到重视吼。相信以后咱渔民的权益会继续获得重视吼。那民主的先锋吼，足优秀足优秀的，今年嘛当选那议员吼，今日终于找到一个好归宿吼。咱郑大哥媒体名人吼，一言九鼎吼，大家拢知影郑大哥的节目收视好吼，内容又好吼，又有趣。安尼结合，真正是咱全国的佳话啦，恭喜！不错嘞，太老嘞，这有练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！这是选举过程之中学习，对，因为真的要我们那个选区有一个有几位还蛮会讲致辞的议员们，我就观察他们讲话，对，不管是陈淑薇议员还是陈昭义议员，他们致辞都非常厉害呐，哈，对，哎，议员这两位东西我就。定点会增补。其实我觉得哈，所有的那种民意代表里面呢，你这样郭树春真的会讲话。郭树春啊，你说婚礼致辞这个，真是很会讲话。我觉得婚礼致辞最会讲的是胡志强跟吴伯雄。哦，他们两个真的都很幽默。对对对，兼处理啊。但是郭树春今天就老公。其实大多数的议员呢，哈，民意代表他们都做。
两年之后会准备一套标准的台阶，啊，可能是现。其实他们三位都是无党籍哈的自行参选，这也是今年选举有速党哦，速党，对对对，速党 ，OK， 对，人家是有中央党部，失敬失敬哈，就是说，那至少他们的政党不是台湾的两大政党，对不对哈？那资源啊、实力啊什么的都是比较薄弱的，对。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也能够当选，这其实见证了一个未来世代的一个开始啊。那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。不过三位都要面临的，像洪大侠面临的是屏东县议会的议长的。选举了嘛，对不对？哈，你是宜兰县议会嘛，哈，而且盖屏东因为是县议员的那个席次，好像是蓝绿都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对，哎呀，哦，按照五党就是关键的关键的嘛。民进党好像是16，啊，国民党好像18吧，啊，无党好像17耶。哦，按照三分天下呢。嗯，是啊，那如果像宜兰的话，哈，国民党12席，国民党11席，民进党12席，无党籍9席，哎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您这边无党的东西，两边都在拉嘛，关键在拉的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一席亲民党，还有一席亲民党，对吧？我那报喜，哎呀，那你是要搞定，你是陈镇长是要搞定镇代表嘛，哈？没有，我不用搞定他们，我跟他们配好就好了，对对。因为他们自己要选出来一个，是他们自己的代表会主席，我完全不会去插手，所以他要尊重。立法机关，我讲一下哈，有一个朋友今年选了议员，啊，你知影足关键的，啊，即马人大家拢咧变议长、副议长，伊马上就足济想要做角逐议长、副议长的人就打电话给他，好，就要送红包啊，好，还红包拢送百万的哟，对吧？好，这一定大关系，因为爱去找，因为迄个实力相当，迄个蓝绿相当，所以因爱去找真人的买过来。到我都算掉一定副一定，好，买买两个，拍算买，有人开工也无3000甲买买，3000会好啊，哎，会好啊，3000一个人都爱1500啊，会好啊，好，后来我即马是要讲，啊，恁有人确定了？因为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了，可是目前到现在都没有人打电话。你这么行情哦？对啊，洪大姐，你把那电话号码公布啊？没有哎，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说真的啊，没有人打电话给我，因为他们可能您已经处理好啊。他大概不需要我再标。安那表示讲处理好啊嘛。其实这个我不太了解啊，因为也真的没有人打电话给我，很多人都问我很关心这个问题。嗯，我说我真的不骗你们，都没有人打电话给我。但是不要卖。我说我自己进去，我就自己想投给谁就投给谁。其实讲到这个议长，我了解你的心情。以他们的屏东宜兰的行情，然后至少都200-300起跳了。嗯，可是我觉得真的釜底抽薪了，就是修法让县市议员选议长的时候可以记名投票。嗯，你记名投票，你都唔加杯啊，你唔加杯啊，对不？你不会说，因为现在。有那个操作空间，是因为他用不记名投票，所以人工有些会什么技术性亮票，可是那个有时候很容易糊弄过去。阿姨无人卡电话，阿姨有人卡电话给你不？也没有哎，牧师，没有，这么行情，应该是。很明显，就是年轻人会有自己的想法吧，他们就觉得知道你买不动的。对，而且我选前的时候就一直说，我们绝对不买卖票，我不跟民众买票，我也绝对不卖我这一张票，我是卖给我的民众。对，是我你他们投票给我了，我是。那你买票，你蛮是爱探听啊，未见在未啊。结果如果像我这种，他们就觉得万一踩到的是地雷怎么办？所以他们可能也不会。他们会从你比较熟的县议员，他会先去下手。比如说你跟纪恒说，哎，纪恒这个不是的，通常不是年化，我们用这个社会惯例来讲了，不会去买新的，因为是唔知咯，唔知行情，唔知规矩，不知道潜规则，万一买错了，哎，没人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曾经就有一个议会的也新进议员吼，伊想讲哇，这摊摊大摊，两边拢共收，结果迄条命险犯无去。哦，也对啊，那这个不行。对啊，我不懂，对，潜规则，这有他的潜规则。不，我觉得议员因为很多嘛，你们有议员有几十位嘛，34，34，屏东。屏东也30几啊，30几，没有哦，屏东比较多，屏东大概50几，哎，53，对，我干嘛最重要是行政首长，对，因为你要做什么事情，他就大概就可以实现，如果有经费的话，哎，还要代表会同意，当然，所以要政通人和，对，我干嘛积极的交通其实要解决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啊，进去不是很方便，不是很方便，我们大众运输交通一般至少2路线少。嗯，对哦，那尤其今年哈，从今年开始，我们
吉吉线支线火车只有通到二水站的，以前可以直接坐到彰化台中了。那这个其实方便处差很多，因为二水站是纵贯线的一个小站，对，它一般一天自强号只停两班，一般一天一班北上，一班南下，然后莒光号停几班，就这样而已。那其他都是区间车，所以如果我们要做长途旅行的话，到二水站是不够的，我们要再转，要再转到斗六、彰化、台中。那你有没有办法改善？啊，你都爱靠南投管政府给你支持啊。够理位，嘿，可能交通委员会这个可能都要到交通部才有办法去。对对对对对，嘿，希望大家那个帮帮我们。前女友有投你。前女友不在我的选区，哎，都不在我的选区。啊，有来关心你吗？没有，甩得蛮干净的，感觉甩得干净。做丁丁有想要结婚没？没时间啦，没时间搞路，没时间啦，真的没有。全力投入，我已经取了积极证了。已经取了积极证了，天啊，这么有力！哎，我这边马上人夫啊！啊，你们老公我已经嫁给宜兰了，嫁回宜兰了。你们两个有机会喝个咖啡吗？我们两个本来就是啊，我们以前是同事，对，以前一起学习，在哪里做同事？环资环境资源协会，本来就认识，就对，本来就认识。你有看到台湾哦，还是有一些新生命，让大家觉得很清新。积极跟宜兰哦，就很美好。没人现场牵线吗？没人，你过来都写三，那你问牵线啊？我是干嘛捐红的呀？算了，快点，因为会更好。柯文哲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他真能翻转台北？民进党选后栽跟斗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马总统状告周瑜后，是公说公有理，还是总统的危机？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，请收看新闻哇哇哇。